位嘉賓、各位朋友，歡迎嚟到城市論壇。咁就副學士呢個制度嘅設立咧，係令到部分咧就喺高考成績裏邊咧，一下子未如理想嘅朋友咧，亦都係可以一嘗咧就係專上教育嘅滋味。咁啊，可以講得咧而家咧呢個目標咧喺2000年嘅時候咧就定立為咧60%個適齡學童咧係要達到呢個專上教育嘅有接受機會咁。咁啊而家咧可以講得係提早超額完成嘅。咁啊而家咧已經係達到66%噶啦。咁啊政府咧其實事實上咧就係真係為好多學子咧提出一條新嘅路。咁但係咧就係目前嘅批評咧仍然係好多。譬如話我哋嘅政府嘅投入係咪已經係相當之公平，係做到劃一咧？我哋嘅水準產出方面啊，係咪亦都係係相當之整齊啦，各校之間嘅水平亦都係一致啦，咁亦都好多人提出不同嘅批評。咁今日咧就係城市論壇咧，就亦都係以副學士開拓新階梯，檢討發展齊獻計咧，同大家講講噶。咁台上咧已經係坐咗係四位嘉賓，係分別係有楊教授啦、陳校長啦、崔老師啦，以及係李青嘅。咁歡迎大家。咁喺我旁邊咧，亦都係有中學嘅學生啦，同埋咧有啲係讀緊或者已經讀完咗呢個副學士嘅朋友噶。我喺呢度咧就必先請同學講講咧，就係究竟今次你關注呢個副學士乜嘢問題係令到你出席呢一次咁嘅論壇嘅？請你先講講好嘛？我係樂善堂梁謝偉紀念中學嘅學生啦。我諗相信關於副學士大家關注嘅問題都係金錢上啊，佢嘅認受性或者佢嘅銜接率嘅問題啦。即係打個比喻啦，如果我可以升到上中七嘅話，咁我梗係搏曬命都諗住去入到大學啦。但係如果即係一個唔好彩，我喺中五嘅公開試裏面即係考得唔好嘅成績咧，咁我都會寧願去再重讀一次中五，去可能會有更好嘅結果啦。但係如果與其要我去投，要我嘅父母咧去投放咁大量嘅金錢去修讀副學士嘅話，咁我寧願去海外升學，咁呢個可能會一個更加明智嘅選擇。好，唔該曬你，多謝你。咁呢邊咧，亦都係有位朋友啦，啱啱讀完咗副學士嘅，咁就而家係繼續進修。你讀完之後，你覺得點？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其實而家副學士問題主要有四大問題啦，就會係資助制度嘅問題啦、升學樽頸嘅問題啦、課程質素嘅問題啦，其實同埋應受性嘅問題噶。咁就住其實資助制度嗰方面咧，其實我哋一般同學其實會借幾多錢咧？咁就住自資學生方面咧，其實如果我哋就住一年兩年嘅學費咧，咁譬如平均50,000蚊一年啦，咁就借100,000蚊啦。咁其實如果我哋繼續升學，再讀多三年嘅 degree 咧，每年40,000多蚊，所以其實我哋 total 讀5年咧，就會借咗成220,000嘅。但係仲未計我哋係要用呢個高息貸款去借生活費。咁究竟呢筆錢我哋應該要點樣還呢？七厘幾息咁，我哋夠未來有冇能力去承擔呢？咁另一個問題就係升學嘅問題啦。咁而家一路都係維持14,500個嘅 degree 嘅學位嘅學生啦。咁即係平均17% 到啦。咁但係就住我哋嘅升學率咧，究竟有幾多咧？其實大約得3% 左右，即係大約900幾個位。咁譬如我身邊嘅同學咧，我自己嗰個系都冇乜同學升到，最多都係升 degree year one 嘅。Degree Year One， 咁究竟同我哋嘅期望符唔符合呢？即係我哋期望係入銜接 Year Two 嘅學位，但係而家其實係調翻轉咯，最多只係入到 Year One， 咁我自己就要讀銜接學位。咁其實呢樣嘢對於我哋嚟講公唔公平呢？一眾成績好好嘅副學士同學，原來都係升學無望嘅。咁究竟係咪而家副學士面對緊嘅問題呢？好，唔該曬。咁兩位朋友啦，一個咧就係、擔心咧就係父母所俾嘅錢啊，究竟係咪物有所值？咁另外咧就係話，究竟我讀完之後嘅出路如何啦？咁好啊。咁而家咧就上翻台上咧就介紹下我哋嘅台上嘅嘉賓先嚇。咁非常之高興啦！今日有四位朋友係到場咁，分別介紹一下咧，就係喺我右手邊嘅咧，就係楊建明教授。咁楊教授咧係香港專上學院持續教育聯盟嘅主席，咁佢本身咧亦都係香港大學專業轉修學院嘅院長。歡迎你，教授。多謝。喺我左手邊嘅咧係陳彩希先生，陳生咧係香港專業進修學院嘅校長，歡迎你。我哋仲有係崔日雄老師，崔老師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嘅講師，歡迎。我哋仲有一位用家嘅代表啊，就係李青。李青咧就係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嘅發言人，歡迎你。除咗台上四位朋友之外咧，我哋喺今日到場嘅咧，亦都係有相當多嘅團體咁啊，分別介紹下係中華基督教會基治中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咁啊，亦都係有我哋嘅關注副學位大聯盟嘅好多朋友喺度咁，歡迎大家，亦都係希望大家係踴躍發言。
好啦，咁啊正式開始討論，咁就敢問四位啊，剛才有好多朋友都講到話，我哋嗰、那個升學嘅時候咧，個樽頸有問題，咁我哋咧所支出嘅費用咧，亦都係難以得到呢、這個係所謂免息貸款。咁其實呢、這個目前嘅狀況係咪真係如一般即係接受服務嘅學生諗到咁嚴重咧？咁有人建議話，不如我哋可唔可以嚇、啊，比如俾啲資助佢哋啦，等佢哋咧可以去海外升學呢方面嘅建議，大家覺得可唔可行呢？邊位想發言先啊？教授，首先回應頭先咧，兩位同學咧一針見血咧，就講出副學士面臨嘅問題係咩？但我哋首先咧就搞清楚個事實係點樣。其實佢哋所提出嘅問題咧係好實在嘅。第一就係嗰個金錢嘅問題，即係學費啦嚇。學費而家一般副學士咧即係3萬幾到4萬幾，係相當貴嘅。但是呢如果用自負盈虧的方法做呢，這個是已經好效率好高呢才可以做到這樣的。因為你如果看看大學的學士的學位呢，政府每一年一個學生呢是那個津貼呢是20多萬的。變成那個成本呢是很高的。即是我們現在大概差不多是1/4到1/5左右的。那就算你讀大學呢，那個學費呢都是4萬多的。所以這個學費呢是相當之高的。就是但是呢因為高等教育的成本是不高，除非你另外有一種方法是不是用自負盈虧的，那這個問題呢我想會存在的。另外一個呢就是升學的問題，升學的問題講下看看個數字那個事實先。剛才有一位同學就說呢，即是每一年呢如果是讀完了副學士，如果可以入去政府資助的，即是 UGC 資助的學額呢就是3%多，800多個，今年呢860個，今年就提升了900多個。但是呢你看看實際上的數字呢，其實我們有很詳細的每一年的副學士畢業他去升學的數字。以去年的數字來說，如果是讀副學位有兩種，一種就副學士，一種就高級文憑。以副學士的畢業生呢，約莫是2%，67%的去年的畢業的副學士的同學呢是可以繼續升學的。他去哪裡升學呢？第一呢就是剛才所說的那百分之那800多個呢，去到呢個政府資助的學士學位，即係本地大學啦。本地大學，另外有一部分呢就是本地的大學或者嘅學院呢，亦都有啲自資嘅學士嘅學位。咁呢啲應該計埋落去。另外一個出路呢，就係、是、海外嘅大學。海外大學有兩種，一種呢就係、是、海外嘅大學嚟香港辦呢個 top up degree， 或者呢自己去海外讀書。咁如果加加埋埋呢，嗰、那個出路呢係67%，舊年。咁至於呢個高級文憑咧，高級文憑當然嗰個重點咧係比較實用啲嘅，比較職業方面注重啲嘅。咁若望咧係呢個就業嘅人比較多啲，若望60%嘅畢業生咧係就業嘅，其他40%咧都可以繼續升學。好，唔該曬教授。咁就或者我都想講講咧，就係、是、話其實頭先兩位同學講嘅咧，都係一啲我哋而家見到一啲好實在嘅問題。咁我覺得就係、是、歸根結底嚟講咧，大約而家我哋嘅副學位課程，包括高級文憑同埋副學士咧，其實面對主要係兩個大嘅一個問題，就衍生到頭先大家講嘅一啲具體問題。其實如果從呢兩個大嘅問題衍生出嚟咧，仲有啲問題咧，其實大家可能咧係仲未有提出嚟嘅。咁呢兩個大嘅問題，一個就係話其實我哋呢個副學位課程擴展咗之後，個培養目標係啲乜嘢嚟咧？咁其實喺個政府政策裏面咧，除咗有一個數字係話要達到60%之外咧，仲有一句係講到話要提升我哋嗰個人力嘅質素。咁但係乜嘢叫提升我哋人力質素咧？我哋呢一班畢業嘅同學出嚟係做啲乜嘅咧？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目標咧，我哋需要界定。界定咗之後咧，頭先大家講嘅嗰個升學嘅銜接問題啊，或者就業啊、僱主認可啊等等啲問題咧，其實就可以喺呢個大嘅框架下邊咧得到解決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話，我哋有咗啲目標之後咧，我哋仲要點樣將而家擴展咗嘅呢一部分嘅副學位嘅教育咧，係將佢擺入去融入去我哋整體嘅高等教育嘅嗰、那個框架裏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啊！如果你唔解決咧，亦都會出現仲有其他嘅問題存在嘅，譬如除咗頭先大家講嘅嗰個資助問題啦，呢啲學額嘅問題啦。但我想講嘅就係學額都係只係其中問題。
我只係講嘅就係、譬如我哋好多而家副學位嘅課程咧，都係好專業導向嘅。譬如大家讀旅遊啦、讀物流啦、讀會計啦等等。當你升上大學嘅時候，你有冇呢啲足夠嘅我哋所謂嘅專業學位課程咧？咁，因為而家好多大學咧，佢哋除咗一啲專業學位之外，更多嘅就係一啲比較 generic 嘅，即係所謂一啲通用化嘅學位。好，咁其實呢個銜接都係好緊要嘅。好，唔該曬陳校長嘅意思咧，就話即係課程除咗目標之外咧，你究竟銜接嘅路徑有幾闊咧，都係值得考慮。啊，崔老師。我諗第一點係成日都講嘅就係嗰、那個即係成本問題啦。咁其實都我諗對啲副學士學生有一個唔係好公道嘅地方咧，就係、嗰個成本其實係偏低嘅。即係頭先院長都講過咧，即係話其實大學學位嗰啲學生咧，其實有20,000成本。咁就算係 Ivy 嘅學生咧，都有成8,000-90,000成本，或者大學裏面一般嘅高級文憑咧10,000+嘅成本。就算去到中學嘅課程咧，其實都要30,000-50,000。即係其實我諗講緊而家副學士40,000+成本咧，其實真係一個邊際利，即係邊際成本嚟嘅。即係話好多時候可能本身已經有學校啦，有個校舍，你先至可以嚟請人用。咁我諗對一班可能成績冇咁好嘅同學嚟講咧，會唔會佢係咁嘅投放嚟講，佢哋嗰個實際成效唔係咁高咧？第二就係個銜接問題啦。咁我諗一路都講緊就其實有邊個地方可以即係收得到俾佢？咁近年其實都做緊呢樣嘢，院校咧都希望可以加緊。好，唔該曬，李晶。嗱，頭先咧就楊院長講到就係、銜接可以去到60%啦。咁我想問一下就係、其實如果係在座好多位，如果係讀緊副學士嗰啲學生，當初入讀嘅時候，佢哋嘅期望係點樣樣咧？佢哋嘅期望當然係升學啦。但如果你將所有嘅嗰啲升學嘅一啲嘅方式，譬如話海外啊、top up 啊，或者係海外喺香港辦嘅嗰啲，你都計算落去嘅話，我恐怕唔係本身入讀嘅學生就有咁嘅期望。而2000年嘅時候，即係董建華當初仲喺度做特首嘅時候，佢提出咗就係話要60%嘅大專生去能夠升讀到呢個大專課程，同學。響應了政府的那些政策去報讀一些副學士，他們的期望就是說可以升學又可以就業，他們期望的升學至少都應該是本地的一些自資課程，甚至大部分是希望是一些、政府資助的課程。我們看回一個很實在的數據，剛才講到是、上年的數據是840個，今年是900多個，而你見到個百分比得3%+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好，唔該曬李青，咁有時間關係，必先要喺度休息陣間。第二個環節翻嚟咧，我哋會同台下嘅朋友啦交流一下嘅。